查护照，因为今年是多元的那个鬼出国。庆祝儿童节，台南市的国小来举办着各种的庆祝活动。北区台江国小依照儿童节出国去，摕到全市的特优。3月30号，每条市长就特别来到大江国小，亲自和着大江国小的同学同齐体验为出国的趣味。Yeah, this is my passport. Oh, thank you. 把护照给先生。Okay, no problem. 那今年我们大江国小呢，是以那个为出国。那么当作他的企划案呢、啊，获得了特优，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特别安排啊，那也市长，那么来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伪出国的大港国小他们的创意的活动，那到底有多么惊奇哦！每个市长按办理报道寄行李，查验护照，一关一关的体验，现场是热闹够趣味。That's okay. Oh, I need my phone with me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那我相信哈，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，不管是 Book 星球，或者是班班有冷气，哦，甚至于生生有平板，我们都会努力来做提升我们孩子的竞争力。那也希望说他们在不管在语言教育，或者是在学科、在数科，甚至在科普教育上面，都能够。更加精进，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所以 ，Welcome to 大广，大港啊，Welcome to 大港啊。对，有日本的，有英国的，有美国的，幸好没有俄罗斯的。啊，还有机长啊，谢谢。还有泰国的，泰国。好，小朋友准备好了哦，拿起精神来哦，来大港国小，对不对？对。